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738集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变形金刚第5集 Leader Class 的 Shadow Spark Optimus Prime。 Shadow Spark 阴影火花，这是它涂装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完全不晓得怎么样去，对啊，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啊， Shadow Spark 要怎么样把它翻得诗情画意一点呢？实在是夜空中的烟花版本的擎天柱吗？是什么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这个考倒我了啊！虽然我觉得我中文还可以啊，但是确实是难倒我。它呢是用一个美版变四的 L 科博文，或者是你要说它是 AD01 的模具下去做战损旧化的一个版本都是可以的。那基本上呢，我这样预告好了，基本上 AD31 的那个模具大概美版是不会拿来用，只要是美版应该是不会用，那个可能是 TT 社专用的模具啦。然后呢，它这个合会啊非常好看，很大，非常大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摆在旁边才这样子而已。那它的一个盒子的一个配置也是挺有趣，它的一个正面你看它的正面是这个合会，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但侧边都是一样。那侧边的话呢，你看一下你就发现这个颜色深沉很多，它对它做了很多战损的一个处理。我们看一下美版的话呢还是稍微比较光鲜亮丽，包括这个手甲的部分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我们以这个手甲是大概差异最大的哦，有一些生锈啊，甚至可以说是像是发霉啊、剥落啦，还有一些线路的一些好像已经被腐蚀掉的一个感觉，这个非常有沧桑感的一个样子。那么最最最大的不同则是眼睛的颜色了。美版的 V 级呢，或者是日版 V 级也是一样，它眼睛都是一个蓝色的光芒啊。即使是这个啊，前一集跟各位分享500限定，全球500限定的版本，当然它盒子是不会另外做了，但是呢这个 Shadow Spark 它是散发出紫色光芒的眼睛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不同的点。这是一个第5集很多的预告片，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OP 会黑化一阵子。那么后方的话呢，就是就大家可能已经看到，或者是已经骂到不能再骂，不能再嫌弃的一个模具，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啊，能够制霸这个模具我是很高兴的。那它是一个魔鬼战士的一个设计，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然后呢两侧你看这一代的合会呢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这个玩具，你看这个合会这个配置，所以其实它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呢它多了一个魔鬼毡这个部分可以把它给掀出来。这里是一个博派的标志，其实它很有立体感，它整个是平的，但是你切个角度看你都会觉得说好像它会盯着我们看，那种感觉非常的有设计感。这个图做的不错，以及这里有几个赛博坦星球的文字，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赛博坦文字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写的是 Transformers， 我随便说说的。为什么我随便说说呢？因为它对照这边 Transformers 一样是12个字母，它也是12个字母。因为赛星的文字呢有人已经有一个解码对照图了，各位你可以去对照一下啊，看这个，看这边写起来是不是就是变形金刚 Transformers， 应该跟这边会是一样的。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玩具的一个本体黑压压的一片，还有我穿着白色背心的一个对啊，又不小心入镜，就天气热嘛，对不对？录影片就是要轻松嘛，对吧？然后这个一样是一个所谓一个首发版本的那个 mark， 所以以后会不会有第二个美版，会不会有第二个版本的 OP 的模具，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了啊。那我们也顺便跟各位宣布一些事情吧。同行们会关心说我在第二波的玩具什么时候会做开箱影片，那会点名说什么什么玩具想要先看。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我应该会把所有第二波以后推出的玩具呢全部放到看过电影之后再来做开箱影片。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回头去看了一下我第四集的开箱影片，其实想想还是蛮尴尬的。因为呢如果说没有看过电影的话，然后去做开箱影片，其实对玩具的一些分享会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全面了。那就是说比方说像变形的一个代入感，或者是说有没有还原于电影里头的样子，包括玩具有没有电影的彩蛋在身上，这些部分呢如果没有看过电影呢，目前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做一个讲解跟点评的。那我觉得一个玩具的一个价值呢，或者是说我对它的好恶呢，会因为看过电影之后会有一些修正。我举例像第四集的探长呢，我在电影看过之前就做影片，当时我给他评价还相当不错，但是看过电影之后我就觉得他做的其实很糟糕，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不像，因为他没有那个胖子的样子，神韵其实是完全没有做出来的。
那又或者像第四集的银币大黄蜂，在看过电影之后，我给他的评价就变得更高，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黑色的钣金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像电影里头那种质感很像。那么更尴尬的就是当时在第四集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恐龙金刚会不会变形我们都不知道，还要在开箱影片里面提到说我们不确定他的电影里头会不会变形。其实现在回头去看就觉得说，确实是因为我不可能看过电影之后又把一个玩具又从里面又拿出来再跟各位 replay 一次，那大家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嘛。那所以说反正也剩下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不妨我就等到说电影全部看过之后，对玩具的一个了解呢，我相信会有更深一层的一个认知，到时候呢再来做一个开箱影片。我想这样子的影片以后多年以后拿出来回味是比较有价值的。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玩具的本体啦，一看过去非常黑压压的一片。那之前有同好说会不会跟之前我和分享过的这个灰魔版本会不会是很接近，其实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底色，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一个 Shadow Spark 的 Artemis Prime 呢，它是这个手臂就是小臂的部分以及脚掌的部分可能会跟这个灰魔的颜色是比较像，但是里面完全一样，其实它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其他它的身上的部分呢，就完全的都是以这个目前你看到这个小腿啦，或者是说这个这一带胸甲，或者甚至于说呢我们讲后面这个轮胎不算啊，就是这些部分它的底色就是这个颜色，全部都是哦。我们拉近距离给各位看，你就会发现到了，像头盔对不对，它头上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干刷的部分，以及胸口啊，它这个红色的部分呢都是在这个底色上面用这个，我这个涂这个其实也都不难的，就是做一些干刷的效果。这个盾牌上面也是，这个盾牌本身就是它原本的一个金属原本的一个塑胶的原型色，然后再做一些这个应该是拿笔这样搓搓搓搓搓这样搓上去的，用力去刮的话我觉得好像会掉啊，这个应该都是事后再去补上一个颜色的，所以这个千万不要随便去把它刮到，或者是说你手太热血有流汗的时候去摸可能都会掉。那这一带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干刷的处理，这个是它原本塑胶的颜色，包括这个蓝色哦，全部都是在这个塑胶色上去刷一个蓝色的一个漆上去的，这个裙甲还有包括这里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啊，都可以看到它这一带它这个都是蓝色的这个笔触就这样刷过去的，然后最后这个红色的火焰它是印上去，以及这边有一个受伤的一个 Audubon 的一个标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梗啊，受有刮痕的一个博派标志，这个是它不是笔涂上去啊，这个是最后再印上去的一个受伤的一个博派。那内侧这一带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处理，那以及这个地方反正你看到蓝色的部分或是红色的部分就全部都是之后再干刷上去的，当然跟和会还是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但是就可以告诉各位它本身的这个旧化的处理呢就是属于这种方式去做的。我相信全世界来讲的话可能也就是会变成是每一个版本呢都会不太一样。那至于整体配色好不好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因为它是完全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版本，以及最特别的刚忘了把这个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它这个眼睛的一个涂装，它是紫色的眼睛哦，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紫色的一个涂装在这边。虽然说涂的不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只是在眼珠子上面呢做一些紫色的点缀，但是意思呢就是这样，反正它就是一个黑化版本的OP 吧。然后武器的话呢一样是可以背在后面，那武器也是有一些简单的干刷在上面啊，这个塑胶的一个啊，对了，它这个以这个白塑胶来讲的话，这个是跟小臂一样的，还有剑这样就涂上去。那武器的握持方法也都是完全一样，那因为它本身呢是属于AD01 的模具啊，所以它本身的一个手腕呢还是属于一个不能够做转动的，但是摆起一些 pose 的话呢，有归功于它的一个腰部可以转动啊，其实勉强做一些战斗的 pose 还是可以的。那这两片肩甲也是随各位的一个喜欢做一个调整啊。对了，这边一样有一些蓝色的一个笔触，各位看得出来啊，这个都是用笔再另外刷上去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完全黑暗幽影属性，喜不喜欢真的是完全看个人的口味啊。那对我来讲的话，我是非常有爱的。那变形过程呢，可能各位也已经看到非常的厌烦了，对不对？不过呢
还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下展示，因为它变形起来的手感呢，其实跟之前的版本呢，我觉得差别并不大，也就是说呢，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模具啊、模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还好，还行。虽然说这个已经被用了很多次啊，不过我觉得手上这一款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先把这个轮胎转过去，脚掌放下来，然后呢，这个部件呢做一个旋转，那旋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转过来，然后把这个部件旋转下来。这是整个变形里头呢最有趣，就是这个腿部啊，除了这个之外，就其他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无趣的一个变形啊。这里两腿把它呢做一个合并，那这两腿的中间呢，这边我是建议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把它给做一个旋转，转过来，然后呢把两腿踢到前方，踢到前方，两腿的话呢尽量把它完全给打正打直，这两边呢做一个合并。想想啊，这个模具我已经用了介绍过几次的呢，非常多次啊。那个童模的玩具的话，我是有点强迫症吧，就是有一些玩具就是喜欢的话呢，它就出什么我就买什么，这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然后这个胸甲的部分挑起来，这个头把它给压下去，然后呢手臂的话呢把它往前面推下来，然后手往后面转过去，然后折起来到这边，这边也是一样的，转过去，这里折起来，然后接下来这个记得是把它整个打一个90度，以及呢把后面这个部分呢给摊开来之后往前面给压下来，然后这块部件是往上面推，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呢朝这个地方90度这样折下来，那这个两边的一个油桶部分是打开的，扣下来，然后这边翻折上去，翻上去之后这边有个卡扣，扣进去，两侧都有，手臂呢就是收进油桶里面，这样把它给扣起来，然后两侧的话呢扣紧，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然后再把它给推上去，那推上去的时候是有一个结合位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跟这边是互相做一个咬合的，就这样扣上去。双这一款的一个变形起来的一个流畅度是我觉得是相当 OK 啊，相当 OK 啊，这个变起来的感觉比较像那个灰模的那个版本，对，的确它这个塑胶的一个感觉啊，还有这个关节的一个紧实度的话，大概跟那个灰模是确实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往后面盖下去，这边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从这边把它给扣下去，盖起来，我们的一个Shadow Spark Artemis Prime 的一个变形呢就大功告成了。 Shadow Spark Artemis Prime 的车形态我们直接请出美版还有这个灰模版本做一个对比。我必须要说，如果真的讲车型的话，其实还是以这个美版这个颜色就最接近电影里头的这个配色，鲜蓝鲜红色，以及车头是布满火焰纹哦，这个还是比较 OP 的一个样子吧。然后还有侧边这个有电镀的一个油管啊，这个还是比较够霸气一些。那么灰模版跟它相比的话呢，我觉得可能都还再好一点吧，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Shadow Spark 的这个 OP 呢，它的这个配色主要是并不是说它难看，而是说这个配的位置就相对于另外两个一比较，你会觉得它弱了很多啊。这个车头这一带，这个它蓝色部件只有涂到这一边，上片如果没有延伸就觉得有点奇怪。那后方就是整个是原本它塑胶的一个颜色，虽然说这个塑胶是有一点反光，光泽度还算 OK。那不是说它有多难看，是你要相对于另外两个版本它确实是比较弱。那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笔涂的一个部分，这个这一带都是一个，其实这样摸你真的会感觉到它这个漆摸久可能是会掉落的哦。它这个是一个生锈的一个笔涂，那这个蓝色的笔涂在这边刷过去，以及这个蓝色的笔，看它刷这样刷一圈过来，这样刷过来到这一侧，大概它的一个笔涂的部分约莫就是这么多。那这里就是在人形下的一个受了伤的一个薄派标志，那么有一些还是属于一个原本塑胶的一个灰色，就这样子。然后武器跟
这个盾牌啊，当然都是可以做一个完美搭载的，也不会去影响到它的一个滚动性啊。这个模具的话，基本上紧实度各个方面来说还是相当 OK， 但是跟这个灰模两个摸起来的感觉是比较接近，几乎是无限大的接近。然后跟这个美版大货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正式发行的版本相比，就有一个差距。明显来说的话是，可能这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还不错，但是稍微偏软一些些。当然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会买这个东西吧，就像我这样子是很想把这个模具给制霸的人呢，才会就硬是的再去从香港的托朋友呢帮我们买过来。目前台湾是几乎是已经，我是不太确定了，台湾到底会不会代理这批我是不知道啊。那目前反正就市面到目前我们是看不见的，那我就先利用这一集呢来和各位做一个分享。那至于第二波以后的玩具呢，就像刚刚所预告的，可能就看完电影之后呢，我们大家再一同来透过玩具呢，一边聊玩具一边来聊剧情的分析呢，可能这样子节目会再更精彩一点。那么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